太有趣。如果你觉得他不是三级装下，你就不听他有趣。不过我感觉这英雄不会三级装下，然后他会三级装下。揍他去！我操，牛逼！哦 ，A 出来了，我三级都不够。好眼位啊，老弟，这个猴才放，猴就要喷你了。来了吧，弟。对。学艺，诶，什么情况？直接不来了，不来。这来赶不他赶不回去，他赶回去来不及了。关键最强势的装备，这样才能跟他抗衡。嗯，哟。一个急停很关键，老弟。气死了！再打打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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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弟。也叫神。别让 A 到我，然后转移攻击目标，我们再回来。真气死了！这什么皮肤？花去灌光是吗？这不安静。哟，什么情况？等着 W， 我操！预判没中，这送人能打闪，冲了，老弟！这个怎么？我不知道，我都爆发了。看起来炸的是猴子，monkey 呆呆的。不歪，那个 W 是预判，你没看他往后面走了一步吗？只能说他反应慢，不能说我预，不能说我呆。啊，小 monkey，Q 区第一刘备玩 monkey 呀！我的微信区第一海域，不得虐他。他绝活都不拿，他现在打不了龙了，保住！他现在打龙就得找死。哎，
那有没有可能打龙？真有可能，他有点疯，你看他没有下次出现，他可能疯掉了。啊，没打，还是没有失去理智的。还下了，不打龙，不管，活着没用、啊。哎呦，这不是一尸两命啊，老弟！我没大，现在不能一打二，不能一打三。我如果这时候刷了个河蟹出来，我把河蟹刷在这个入侵他红，我就能一打三了。分身25拿下，没血了吧？打个河蟹去，你上半区一样没有了，你不会觉得你现在回家你的上半区就在了吧？我如同鬼魅一样，我靠，还到下路去了，他疯掉了，正好还可以刷个河蟹，他这波到下路是他彻底爆炸的开始。Floating， 他是唯一的希望，看顾着我的长路。孙干不干？哎，你去推线，推线，推线，推线就行，不用管我，别让他过来。猴子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猴子马上给他300龙就死，他在这 W 过来都死了。Hello，W， 啊，对喽。嗯，别跟踪不走。一宿耳朵已经不在，徒留我一人。失误了，我操！失大误，我操！转角怎么遇到个阿卡丽？我压力温，这谁想得到 ？L 钱是够了，这真想不到，说实话。而且这个人离墙的距离还是有点近，我没有耐住性子，应该再等一会儿。别回去了，老弟，你的战斗力还远远不够呢。继续，我的红牌是个新的，我又来了 ，monkey。操，失误了！Monkey 玩不了 ，Monkey， 我不让你玩，这小 Monkey。失误了，其实杀艾卡丽就好了。这猴子，我战斗余波就好，我有太多下输出没打出去，杀艾卡丽，艾卡丽也是。超了。
出三下了是吧？妈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我的个豆！这暗哈利真的烦人。那这防御塔打我两下，这防御塔正好是蓄力了一下，而我离塔那么点距离，他打我两下，这太恶心了！我操！那没人烦，你要回家是吧？那我野区入侵不了，我被他抓，你别怪我，我野区也爆好。猴子也不在，那怕什么？我感觉不打他，我这个野区我搞得有点烦躁的。我操！啊，空中变道了！我操！哎，我也无语了，老弟，因为我想说完才无语。
还行吧，我经历还是还不错的。上要买水银鞋，现在买冰拳。鬼使神差买个三项是干什么？别着急出门了。装起来了，哎呦，这天雷！世界将我无情毁弃，现在我将以盾报答。他妈大龙打的老弟，来！他妈知道我，那不是知道我在打大龙吗？哎，好恶心，我操！30秒延迟，刚好他都在转了，真他妈恶心！他妈膈应！他妈大龙绝对偷的，老子他妈，他他妈不认出是我，这大龙绝对他妈偷了。你说恶不恶心？我操！我就问你恶不恶心？
have been slain.打倒是能打，包抓这个大龙决策恶心死了！你们自己心里有数，看亏没亏，我相信心里有数。什么情况？我相信各位已经心里有数了，我不说了。30秒延迟是挡不住决策被亏的，我给挡住路线被亏，但是挡不住决策被亏，这要开90秒。机会没去，哎，没办法，为什么不爱开波打？太恶心了。是吧？确实前面玩的自己有问题，不打这个不去。但实话啊，我他妈一直入侵，对面山猪有个全在，你有一满血回家，这就已经很扯了，老弟。他不回家，山竹野怪全是我的，游戏结束了呀！扎卡利用帮别人保野区，我也没办法。有真实事宜。
been slain.